嗨，大家好，我是知燕实验室的小春哥。那我们又来了，今天呢，在上海新国际博览中心会去参加的年度盛会就是 AWE2023 中国家电和消费电子博览会。今年的逛展和以往不同，我们是带着任务来的，就是分别选出我们认为最值得购买的10大电视新品、10款冰空洗的大家电新品，还有10款厨电的新品，还有10个有趣的清洁和小家电的新品。那今天呢，大家和我们一起去看 AWE 展会上最值得购买的10款大家电的新品，那我们走。我们先从 WE 馆的 TCL 说起。那昨天说呢， TCL 今年算得上是财大气粗，占据了整整 WE 馆一半的面积，覆盖了黑电、白电、厨电全品类的智慧家居的产品。所以呢，第一款产品就是这个 TCL 的明星产品双子舱洗烘一体机。这两年啊，消费者对于洗衣机的使用诉求已经明显从洗干净上升到洗净、烘干、护理的全面的层面。那所以这两年各大品牌啊，都在以洗烘套装或者是洗烘集成这样的套系产品上啊，发力去创新。TCL 呢，这种上下分区的这样的设计比较符合国内用户的洗衣习惯。大人和小孩的衣服呢，可以分开洗，内衣外衣分开洗，深浅衣服分开洗，而且上下双舱啊都自带 UVC 除菌除螨功能，会在脱水的时候啊自动启动。比较实用的是，它还带了一个离子空气洗的这么一个技术，所以一些特殊的面料，尤其是不能水洗的，是可以用这个功能做一下热风的护理，除尘去味，效果都是不错的。那这款洗衣机呢，还支持双舱智能双投放，操作上啊大屏幕也是比较顺手，基本上没有什么学习成本。此外呢， TCL 也是全面开花，覆盖了电视、洗护、冰箱、空调、厨电等等的产品，包括最新的智慧家庭的产品联动，都可以在这个现场体会到。接下来我们来到了 W2 的展馆，一进来就可以看到这边的格力的展台。空调市场呢，很早以前啊就已经是存量更新为主的状态，但是格力呢在空调行业的地位，迄今为止啊还很难被撼动。格力空调呢用料比较扎实，而且还有很多实用而且科技含量很高的设计，所以这款冷静王家是要专门提一下的。这款空调呢专门针对高温极端工况设计，大家呢可以猜一猜多少度高温它也不怕。那这款空调啊，搭载了第二代格力冷库外机，最高可以在65摄氏度的高温下稳定运行，这的确是比较厉害的。其实我觉得呢，这么复杂的工况下也可以顺利工作，那么日常使用绝对也是靠得住的。今年啊，如果要换空调，这款格力的主推产品一定要关注一下。当然，格力还有一款新风空调和全新升级的56摄氏度风路自净系统，尤其是这个56摄氏度的全风路自净系统，可以实现56摄氏度高温风复壁回流，全面覆盖6大风路部件，深层清洁，隐藏脏污，让空调啊全风路高效杀菌，更加的健康，算是格力在空调领域的新的黑科技了。格力的对面啊，就是奥克斯的展区。那这一台呢，奥克斯的木心风系列也是最值得关注的空调产品之一，也是我们这次逛展认为第3款不错的大家电的产品。新风空调是这两年比较热门的产品，其实呢，新风也是在日本广泛采用，甚至是规定安装的。多口之家呢，又或者想要装在客厅或者办公室这类人多常聚集的空间里面，100立方米每小时以上的新风量的产品才更合适。那奥克斯的这一款木新风空调啊，主打超大风量，220立方米每小时，同时还支持实时检测室内空气质量，智能切换新风模式，再加上第5代的自动水洗技术、APP 远程操控等等，使用的体验和感受，我觉得还是会非常不错的。好，我们再一次来到了 N4 馆。那这个馆呢，是今年 AWE 的国际品牌馆，整体上呢给人一种富贵迷人眼的感受，因为它汇聚了高端和顶奢的家电品牌。所以我们的10大新品的第5款产品选择了这一套德国品牌美诺的明星洗烘套装小金刚。那这个呢是美诺的线上的爆款，性能呢是不用担心的，它是10公斤的洗涤和9公斤的烘干，
十加九的套系呢，洁净素雅的白色，大视窗的镀铬设计的门圈，洗衣机呢同样带有美诺独有的蜂巢内筒，网状结构啊，可以在滚筒和衣物之间形成一层薄薄的水膜，包裹住衣物，减少纤维的磨损。整个套装啊，30000多块钱，美诺核心的洗衣，20多个程序，天才双频，干衣的 Jacket 40，双香氛都带了，基础功能呢特别的齐备，性能呢一致性也很好。如果你的预算是比较充足的，这个套装我觉得是非常推荐的。还有美诺的咖啡机我也比较喜欢，关于美诺我们有一期专门的视频会去细聊，这里呢就不多说了。好，接下来我们来到了海信的展馆。那 W5 馆呢，海信也是占据了一半。大家电方面啊，我们还是选择了这款海信的璀璨 C300 空调，通过在风道设计上独特的创新，带来更好的换气效率以及更舒适的体感。这款新风空调璀璨 C300 呢，我们前面已经评测过了，在侧面啊可以看到这个细长条，还有呢底部容易被忽略的小方块，实际上都是璀璨 C300 的新风出风口。这种前置新风设计啊，其实通过优化风道，将新风和空调风啊迅速混合，实现更远的送风距离和更舒适的出风温度。这样呢，隐藏式的出风口也不容易积灰，更加的美观。而且这台空调呢，我们实际体验了一段时间，体感上是非常舒适的。除了空调啊，海信在冰洗方面也做了很多的创新，比如说海信真空璀璨503冰箱。冰箱门体呢设有真空装置，平时啊吃不完的食物或者需要分装的水果，都可以用真空袋或者真空盒来快速的密封保存，也是比较有意思的。洗护方面呢，海信也展出来包括搭载新氧健康洗科技的海信璀璨 L55H 洗衣机，真烫洗功能的璀璨 C2、璀璨 CC 等等。那受到视频的篇幅的关系呢，以后再把这些产品呢和大家去细聊。好，我们又一次来到了美诺的隔壁，看十大新品的第六款产品是一个洗烘套装，就是松下的洗衣机。松下的洗干衣机呢，它的实力是非常强的，产品也非常规范。那据我了解呢，他们的产品呢对测试和认证啊是特别的重视，所以每个套系的产品性能啊大家都不用担心。那这一套呢维纳斯的先进系列的套装，采用包豪斯的极简的镜面设计，非常的好看。技术上呢加入了松下独创的净水洗的技术，可以呢提前净化水源，洗起来呢洗得更加干净。烘干方面，黄金比例的正反烘加定制的香氛系统都可以做到精致的护衣，再配合松下 NanoE 的纳米水离子技术，高效除菌率啊可以达到99%以上。如果大家呢今年要买洗干衣机，我觉得这个套装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好，接下来呢 N 四馆还有一个日系企业，就是日立。我也看上一台滚筒的洗衣烘干一体机。那这台呢洗烘一体机外观看起来呢和传统的洗烘一体机啊就不太一样，它的洗涤剂投放盒和绒毛收集器都集成在产品的上方。内部水路啊采用了尼亚加拉瀑布式的洗净科技，通过大流量的循环喷淋和洗衣机的滚筒的高速旋转来达到彻底的洗净效果，还支持 AI 智能感应和双自动投放功能，使用起来呢非常便捷。烘干方面是风熨斗的模式，开启300公里每小时的高速风来烘干衣物，烘得快，而且呢也可以减少褶皱。当然这款产品啊还带了除螨、除异味、除粉尘等多种程序，甚至还可以选择保留柔软剂香味的芳香程序，在产品的人性化体验这方面的确做得非常的好。那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些产品之外啊，我们刚才看过的展馆当中，惠而浦、ASCO 等国际品牌也在现场展示了自己最新的家电套系。洗烘套装呢也是各有特色，比如说这套惠而浦的 W7 系列的洗烘套装加入了全新一代的智慧洗涤、智慧感知、洗净即停，那干衣机自带风道自清洁功能也是非常的实用的。 ASCO 的斯堪的纳维亚的美学啊的确让人惊艳，独特的四避震的设计呢可以让它的洗烘套完全嵌入橱柜当中。根据我们之前的测试来看呢，产品在漂洗和洗护方面的性能是非常出色的。因为我们说呀要给大家选10个我觉得最好的产品，所以刚才有好多产品啊就得忍痛割爱了。下面呢我们再去逛一逛海尔和西门子的展区，来去看最后的几个产品。
好，第八款新品呢是 Enos 的灵动多门的冰箱。我们呢来到了西门子。那博西家电今年一大亮点呢就是产品的智能化，比如说西门子家电呢今年主推的 Enos 的灵动多门的冰箱，搭载了 Enos 的气味传感器，可以24小时啊实时监测冰箱内是否存在异味，一旦发现食品的串味儿变质，就会传动冰箱的超氧离子发生器，通过释放大量的负离子来吸附杂质，达到抑菌杀菌以及防止串味的效果。西门子冰箱呢品质是没有问题的。还有呢就是有一台西门子的全能舱的洗碗机，它可以利用光感检测水体的污浊程度来判断餐具的脏污，在不消耗额外水量的前提下集中4倍的精准水流去冲刷特定的区域，听起来还是很神奇的。有机会呢我们都想把这些产品搬回实验室测试一下。如果今年大家要买冰箱或者洗碗机，这两款产品一定要看一下。好，最后我们来到了海尔的展台。海尔呢是包了整整一个展馆。到了海尔之后呢，首先你肯定要选一台冰箱，因为海尔冰箱在国内市场占有率上是一骑绝尘的。今年海尔的明星产品呢就是这款博观的666超大尺寸的智慧屏幕，还有一个门中窗，各种保鲜科技啊也都放了进去。此外呢，智慧功能的加入让产品呢也有了更多的玩法，不仅可以根据存储的食材自动调整各分区的温度，还能为家庭的每个成员啊建立单独的数据表，甚至可以通过冰箱实现视频通话、电子便签留言等等的功能，来加强家庭成员之间的沟通。另一边呢，博观660上还搭载了一个恒磁保鲜的技术，通过磁场效应减少冷鲜肉类细胞内的水分子的运动，抑制冰晶的形成，听起来就有点玄学。当然呢，后期我们也会安排测试，看看它的效果到底怎么样。所以十大新品的第九款就是海尔的博观666。好，最后我们来到了卡萨帝的展厅。卡萨帝的抽屉式洗碗机上销下存，非常有意思。还有可以自动关门的嵌入式洗碗机。我们呢转了一大圈之后，还是选择了卡萨帝的平嵌系列的冰箱作为我们今天的收尾产品。除了智能化、健康化，卡萨帝呢在美观和艺术化上做了很多的文章。通过呢将机身深度缩减，努力打造成完美匹配整体橱柜，实现与橱柜立面和谐的纯平效果。卡萨帝的平嵌系列呢，既没有缝隙，又不会影响开门和散热。两台冰箱啊，还可以自由拼接，让存储的容量啊成倍扩张。加上艺术级别的外观材料，上升到美学层面和人体功效学层面的设计理念，真的是很难不感叹一句，实在是太美了。时间有限，产品太多，今天的视频呢还是难免有所疏漏。这十款产品呢，不知道大家的感受是怎么样，可以在评论区和我们聊一聊。相比于其他家电啊，传统的冰箱、洗衣机这类大家电啊，日常使用的电子科技产品想要玩出花样的并不容易。今年的 AWE 的展台，我们也看到了一些新奇的概念和产品。除了我们今天提到的这十款呢，现场其实还是有很多值得一看的创新产品。有机会呢，我们再跟大家详细的、深入的、慢慢的聊。好，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我们的白电逛展就到这里，点个关注，明天呢，一起带你去看厨电的展览。